你这是勾践搭辈，真当我是兄弟啊？五错父位不正的话，留下旧疾后患无穷。我自己会解。不是，你相信我，对于此类伤病的，我颇有心得。信我，真的。 时机不对，他被阿忠封了公使，然后被魏珠一掌打到后背，打得左肩骨挫。他这儿也中了我一掌，够他消受的。这里，后背。来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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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不是，你看你现在力气多大，是不是我手到病除啊？啊！啊！啊！你这性子，也就我受得了你。